三响炮是10月15号，哇，那时候例行赛拖这么久。野上炮在走了，这个球打到了中右外野，方向也打得蛮结实的。结果上去了，也是一个红不让。朱元琴自己还不晓，自己还不晓得全垒打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太平了。本季个人的第二支的全垒打，今天只能跟两边的投手说 sorry sorry 了啊。4-3，靠着这支2分炮，统一狮队反而是超前的1分。